新竹站新埔部长叶敏苗是五点钟几点发图，刚来是五点过后，今日系在高州北部。 佛山、老五边、两三乡、台外、铁器来轮船。所以北部乡公所和铁片推出了互助工做工资的发通，还有银融基金来代表助工的钱公额大转不下去。六千六的市长一个号，再过来两重大单，所以空多个钱将会减半，少付几个，无处系好搞。希望移民信用分发，很难就容易。 那年控制主工迁工，是帮有几重。北部乡公所讲，今年移民节系太爱提起轮值，为了合乎了同胞观念，所以乡公所发起向主工做工日，从而发通，分提社朋友，而有空请个时间，让台主工迁工对做工日，同时有做的传承移民文化。 事业初期开始哦，我哋也用一啲传统嘅方式，头基本上两条，哦两条是大家到助工两转以后哦，开始是啊转去镀金，啊我哋话特张业为安排一张业的吼，一啲帮助小组哦，前冲也好为二同一家家户去前冲，啊到中间节时节一样，亦同来强强啊就一啲传统嘅啲意思咯，用比重量嘅部分哦来进行。 北部乡公所准备个七十个助工迁工，有时长大细，最大个系三十三公分，最细系二十公分。远个个总量过后，会冲一点五到四点五公斤。将传统知识加添创意，得到乡亲个支持。你也已经用五十笔个沙滩来改名，来到单位来学台助工。乡里个新主呢，非常个简单，只有你热心，然后去为伊做台。 然后呢，用五十去写写烫烫，给拍片，非常好。本身在北埔地区经营民宿业，所以想说回馈给地方，想说让各地的人来到我们民宿，也可以看到我们北埔地方的活动，然后一起做公益。北埔乡公所讲，按算到九月初五，会用新竹迁工来打点。 都是为办法提点奖到10点，每季百结合新竹年终重热烧。新竹的主人杜家谦为致富，本用是团体做公益，本移民信用文化变到乡下有意义。下加新闻，我们邀新竹报道。